1955年，165cm，糖水，但是他现在不可以吃。好，爸爸不喜欢看体育赛事，因为妈妈喜欢艺术，讲话。我不知道，因为还没有出事。老师还是当音乐老师，爱我。还有是，孝顺就 OK。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哦，天下的爸爸都是一样的。祝全天下劳苦功高的父母亲，还有我最爱的爸爸妈妈，祝你们双亲节快乐！我是 Suki 刘淑宇。